哥哥，你果然还是如约回来了。雏鹰已长，当空而舞。我从乌坦城到郑州，我从斗争到斗圣，死过几百回，我只是想保护我爱的人。你们从小到大一起面对过这么多困难，但从未像这一次一样。 是要一起去面对生死的考验。你不必陪我一起冒险的。但是只要我还在，我就愿意陪你去面对所有的事情。那我有多少时间？日落西山，大门关闭。我萧炎还怕难？我能走到今天这步，我是打算骨头重新再来过。斗气大陆以强者为尊，这多少人？ 被变强的潘玉所迷惑，他们吸取活人的斗气供自己修炼，杀人神器，恶不作。您说的到底是谁啊？魂殿。今天来的不只是我一个人，还有每一位不耻与魂殿为伍的斗者。 根本就不要当什么命定之人，我就是命。